生，新年好。哦，今天应该是小雨2023年第一场商务直播，对吗？没错。嗯，第一场，我跟你说，这个意义非凡。我今天带了这个东西来，你知道里面是什么吗？这是送给我们品牌的礼物吗？这是一个惊喜，一会儿我们来揭晓一下。你来揭晓一下。那首先这个手提袋，其实我们今天买很多东西，其实都会送我们这个手提袋的，是非常具有我们节日氛围，而且送礼的时候非常好看。嗯，那接下来可以拿出我们的盒子给大家看一下吗？可以啊。我们送了什么出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这边是一些什么特别的小操作，对吗？我要开始介绍了，要开始介绍了。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为欧舒丹特别准备的一个礼盒。嗯，那这个礼盒呢，其实这次推出了非常这个有新意的明亮的黄色，然后上面也有很多可爱的绘画。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啊，大家现在只看背面，说哎呀，小雨说的小元素在哪儿呢？那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然后我自己也在这个手绘上面增加了自己的一个手绘。嗯，来给大家来揭晓一下，这个应该是小雨之前就有推荐给大家这样的一个系列礼盒，对不对？叫自然庆典系列。对，那上面除了我们原有的这些我们的元素，这些小心呀，还有我们的这一些花朵的涂色，又是你自己 DIY 的吗？是啊，你看这些小波浪啊，这些小圈啊，包括这上面的所有的小元素，还有这个英文，然后我的名字，还有这个2023特别的，还有这里哦，这边也是，都是我自己手绘的。嗯，那现在如果要是把它挡住，再给你一个全新的礼盒，一模一样，还能画出来吗？那当然不行了，这个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个就是全宇宙独一无二。小雨再画一次，可能都不一定画的一样的一个礼盒。今天就在这边，那我们也是很好奇，它里面装了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吗？当然了，我觉得。里面其实是我精心挑选的几支有代表性的手霜的组合。好的，我看到里面有四支手霜，那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吧。噔噔，一支，两支，三支，四支，一共四支。对。其实我先给大家介绍这个乳木果手霜，这支乳木果手霜我觉得不用说，它就是经典。然后它的质地呢是比较偏这个稠密一点呢、啊、然后虽然说它的质地会让我们感觉它很稠密，哎，会不会担心好像不好推开，但是我每次使用乳木果的时候就会发现它非常非常的好推开，而且推开之后吸收的很快。然后它的保湿力非常好，保湿力很好。其实它就是我们非常经典的手霜。对，那我们最适合这个季节用，最适合这个季节用。而且这个颜色今天跟你的穿搭好配哦，是不是很搭？今天穿的就是一整个暖暖的乳木果系列嘛。对，好的，那我们这支手霜呢，其实它非常非常的好闻，而且它非常的绵密。那我们接下来还有这一款，大家很喜欢。它就是我上一次直播的最爱。上一次直播的最爱。我觉得它有让我感受到坐在这个咖啡店享受的阳光啊，然后甜品包括这个暖暖的栗子，甜甜的味道，整个就是把你氛围感营造到位了。就闻着特别幸福，而且和今年这个说，对，这个是今年的限定嘛，对吧？限定的一个口味。它名字就很像一个蛋糕，很甜美的感觉。对、啊、暖栗森林。非常非常的好闻，像奶油一样。是的，然后我们这边对、还有这个樱花，我觉得这个，樱花是我给大家讲过最多的一个产品，我觉得应该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而且其实它也给我感觉是这种甜甜的，然后让你有这种特别开心和幸福的感觉的，我也很喜欢。那樱花不用多说了，介绍过好多好多回了。就是闻到樱花的味道就觉得吧，心情好，心情立马好起来，整个人都明亮起来了。是。那我们这边还有最后一个啊，最后一个很期待。哇哦！我跟你说，刚才那个三支，我在之前的直播间和给大家介绍过，但是呢，今天最后这一支才是今天的重头戏。首秀。对，这个是欧舒丹新出的一个非常治愈的一个味道。叫什么玫瑰青梨，它闻起来是什么样的呢？我相信大家应该还没有拿到这个产品哦，但是我可以先拿到，因为我已经用了很久了。那这个味道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像吃梨子的清甜，然后又有玫瑰花的这种优雅的芬香，是一种温暖又柔软的感觉，就像在冬天的这个阳光的底下，你一边吃着甜甜的梨子，然后一边品尝着玫瑰花茶，非常的治愈，而且它非常的清透好吸收，
然后滋润的同时又不油腻，非常棒的一个产品。我们看到大家评论说这个肯定是首秀，现在已经下单了，大家还没有听到我们的这个 offer 就已经下单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而且刚才小雨一说，我们在这个季节，尤其是如果屋里面有暖气的或者开电暖气的，就会有一种燥热的感觉，对不对？对。而且最近特殊时期，有很多人现在嗓子是不是也不是很舒服，但是你闻到了我们这个梨子的香味，立马觉得你整个人都清爽了起来。是的。而且玫瑰呢又是一个很甜美的味道，对，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它的味道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闻。嗯，哎呀，小雨今天好会挑，刚上来就给我们这一组王炸小组合。对，其实我觉得爱用只是第一集啊，不管不只是我爱用，我还爱送。哦，还爱送。对，嗯，每次聚会啊，或者是回家，比如说今年过年，我想回家带一点这个伴手礼，首选是什么？就是欧舒丹的手霜套装。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实用，然后我觉得致力于让我身边的人都爱上用欧舒丹，实现欧舒丹的自由，这是我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情。嗯，那就比如说刚才我们这个手霜是四款手霜的味道在一个礼盒里面，你觉得这样挑礼物有一些什么用意在里面吗？嗯，因为我觉得这样挑礼物首先是不容易出错，然后因为里面有不同的味道嘛，而且大家可以适应不同的味道去针对不同的喜好，比如说哎，我喜欢比较甜甜的味道，那肯定这里面就包含了。比如说我喜欢比较经典的这种原来的这种味道，乳木果的味道，哎，就有它。所以我觉得还有人喜欢花香啊，那我肯定会选择，哇，这里面有一支很特别的，我之前没有看到过，哎，有这个玫瑰青梨。我觉得这种就是把一个礼盒里面把这种四种不同的香型、不同的香味，又有这个相同的功效，哇，就觉得很满足。如果我收到它的话，我会很开心的。嗯，他是说收到很开心，我一天就用四种味道。好的，那大家真的是太贴心了，每天不同时刻拥有不同的味道，而且小小的，其实放在一个包包里面都非常的好放。是的，而且呢，大家如果今天想要购买的话，我们还有赠送10毫升的小样，那放在包包里面也会更加的方便。那如果大家想要我们这个四款手霜的礼盒的话，那大家可以点开我们的购物车，在我们的29号链接，除了四支手霜之外，我们下单还为大家赠送3支10毫升的乳木果绵绵拿铁润手霜，以及我们3支10毫升的限定乳木果润手霜，还有35毫升的樱花沐浴啫喱，以及一个欧舒丹的黄色礼袋，就小雨刚才拎上来的。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继续呢，因为小雨到现场了，所以我们加赠3支10毫升的玫瑰青梨润手霜，以及小雨的精美日历，很好看。它翻开了之后，里面是各种跟欧舒丹在一起有故事的一些情景，甜美的回忆，甜美的回忆都在我们的2023年的日历里面了。今天也是送给大家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快快乐乐的。那这个日历你也很喜欢，对吗？是，我非常喜欢。其实因为是新的一年了嘛，我所以想把这个2023年的日历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欧舒丹的陪伴下，开启这个快快乐乐的新的一年。嗯，好的，那开启了之后，也非常感谢小雨在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送上四支手霜的礼盒。那今天我们也是做成了链接，在我们的29号链接里面，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的，那说完了这么多，小雨过来送礼物。嗯，你看我们今天整个大背景。是的，一开始我就说这个格子这么大，里面不会藏了一我可以从这里面出场吗？对，就是跟大家说，刚开始的时候，惊喜的感觉。小雨是有一点点的小巧思，他说我可不可以钻到里面从？怎么回事，同志们？那我们今天直播就结束了啊，我们就是全场关灯吧。好的，来噔噔噔噔，看一下。我们这个礼物真的太大了，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把我们这个圣诞礼盒如果带过去，一拆这个盒子，发现刘宇蹭了一下蹦出来了，大家会不会很就是很开心？可以吗？哪天进一个大礼盒去？我是不是在欧舒丹的直播间越来越放开了？我觉得这样不行，我得收敛一点。没关系，接下来开始我要变一个人了。回家了，放开一点，开心一点。好的，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大大盲盒，除了你看到它这个样子很大，其实它每个上面也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新奇的点在上边。对，其实我觉得你看啊，嗯，就和我刚才这个手绘的盒子一样，它上面也有很多的这种小元素。嗯，看到没有？
比如说这个礼盒呀、玫瑰花呀、蝴蝶结呀，还有一个绿色的环保标志在这儿，对吧？对，我们这边也有环保标志，这里啊，都非常非常的具有小巧思。是的，而且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一个大礼盒做起来真的还挺累的，但今天就想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这样一个拆盲盒的快乐。嗯，也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那也希望小雨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揭晓我们这样的一份惊喜。那刚才我们有提到我们这个可回收的这样一个环保的理念嘛？其实小雨之前有跟我们欧舒丹合作录过一个视频，对，里面就是说跟欧舒丹一起参加空瓶回收项目。对，其实我不久前也看到了欧舒丹发的一个环保视频，然后呼吁大家一起去为环境保护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我觉得很受感触，因为我感觉欧舒丹它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品牌，我觉得大家应该和欧舒丹和我相处这么长时间都可以感受出来。而且欧舒丹不仅会给我寄很多的这个洗发水还沐浴油的替换装，我觉得这个是很用心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如果拥有了一个产品，我用完了之后我再用替换装去补充它，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很暖心的一个行为。而且自己在这个换的过程当中也会体验到这种不同的感觉，体验感非常好，非常的环保。而且呢，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大家也能够关注到我们环保的这样一个理念，一起加入到我们回收空瓶的行为当中。好的，谢谢小雨。那说完了这么多，怎么能光介绍不拆？对，那我们首先挑一个元素好不好？挑一个元素我们来拆盲盒，看里面有什么样的礼物。我觉得我们先打开一个小太阳的盲盒怎么样？小太阳，小太阳在哪里啊？哦，是这个。是的，那我们拆开它，里面是什么？咚咚咚咚，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是工作人员乱放。哎，是我比较刚才你拿上了小版的礼盒，对，我比较中意的一个这个盲盒，我来看看里面是什么。也是我们的节日庆典中号的这样礼盒，来，我们打开它，你看看它里面是什么。很大一只哦，好大一只。你看，哎呀，这个是大包装，这个是绵绵拿铁手霜。然后我觉得它和这个暖力森林是一样的，都是欧舒丹今年的限定的新味道。是的，然后什么？刚才工作人员及时说28号卖光了，我们27号也有日历，大家可以看一下27号。对，其实都是这个欧舒丹今年的新的限定的味道嘛。而且这个味道让我非常的深刻啊。而且这一大个手霜看起来好爽哦，像不像在挤奶油啊？像在挤奶油一样。但是大家可能说啊，奶油感觉不好推开，我来给你们展示一下什么叫好推开。什么叫好推开？让我们看一下。好了，而且这味道好好闻啊。对啊，就一抹开你就能立马感受，哇，真的是很愉悦的一种奶香，就是扑鼻而来，奶香味扑鼻而来。等一下，我再深闻一下，沁入心脾一下，闻到了咖啡的味道，有咖啡味，咖啡味，哇，什么神奇！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在这里这样一个近距离的话，我闻到就是它没有那么深厚的味道，但是会觉得这个味道很高级。是的，对，会觉得这个人好有品味的感觉，或者说可能他刚刚从一个咖啡店出来，这种清香感大家都可以能闻到。那大家如果想要闻的话，可以买一支来闻一闻啊。那我们对乳木果系列你真的非常熟悉了看来。对，因为乳木果其实我用的很频繁，而且每次出新品它都有新的惊喜嘛，像这个绵绵拿铁，我觉得它可以感受到欧舒丹对产品的用心。好的，那我们今天如果大家想要来闻一闻我们的绵绵拿铁手霜的话，那大家可以看一下16号链接，现在买150毫升大装，我们买就送3支10毫升绵绵拿铁手霜的小装，还有我们欧舒丹的黄色礼袋。但今天我们是小雨到现场，所以大家脑补一下，这边嘣嘣嘣还有3支10毫升的玫瑰清理手霜也会一起赠送给大家，这些都是加赠的。那同样的，大家也是想要我们的明星小卡对吧？那我们的明星小卡也是在我们的16号链接一起会赠送给大家的。是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赶紧的加入到购物车。那我们这些呢能不能补货，我们这边也在催促我们的工作人员看可不可以。好的，那我们刚才抽了一个大手霜，那我们再来一个大礼盒好不好？我们再来抽一个。我觉得刚才我都已经进去了，我都已经看到里面是什么了，就是开出了小雨的这个大礼盒里面会有什么东西。来，我们看一下，你又要进去吗？
是什么呢？是什么呢？它好像变魔术一样，哎，非常好看。哦，这个礼盒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感觉啊，是我们的。非常好看。哇、哦，好好看，这个颜色很适合我们过年气氛。嗯，你看一下是什么？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特别的玫瑰情侣。我们今天的主角，我们全新十二月份上线的我们这个产品玫瑰情侣。嗯，那它里面呢有手霜，有润肤霜，还有我们的沐浴啫喱。那今天我们在这边也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三款产品，小雨都已经提前帮大家用过了，对不对？对。我们今天呢也是在这里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使用过起来。嗯，其实不久前我就已经收到了欧舒丹给我寄的全套嘛，然后自己也是用了蛮久的了、说实话。而且这个味道呢，我是越用越喜欢的。天气冷的时候用这个玫瑰青梨然后的这个沐浴啫喱洗一个热水澡，然后洗完这个热水澡之后呢，再拿这个润肤露和这个手霜护理一下，我觉得整个人置身在一个非常柔软清甜的一个氛围当中、然后皮肤的状态也非常的滋润和舒服，然后就会觉得洗完澡之后心情也会变得很好。大家看这个手臂的皮肤也太好了吧。那我们听到了之后就觉得很治愈，尤其是冬天洗完澡了之后暖乎乎的、再盖上自己软软的被子，是，然后在被子里面闻着自己的这样一个玫瑰清理的味道、就一整个拯救我们今天的冬日的不开心、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感觉我们这一套新品能够更多感觉。那如果大家想要我们的日历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27号链接，27号链接也是有我们日历的。我觉得它可以适合比较喜欢宅在家里啊，然后营造这种香喷喷的这种感觉的朋友，然后我觉得它很有治愈感。很有治愈感的感觉。而且大家刚才也看到了，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我们非常好看的我们的那个礼盒，它包装特别特别的美，所以如果大家想要送人的话，我们全新的礼盒也是最适合不过的了。而且呢我们除了礼盒之外呢，我们还给大家送手提袋，这样子大家走街串友啊，我们这边提着它也是很高级的存在、而且很方便，自己不用再另外选择包装了、那同样的话是不是觉得非常有仪式感？对啊、我觉得一定是送礼啊，一定是少不了这个好看的包装、我们那个盒子再给我们看一下。对对对、嗯、然后这个包装其实我觉得这次很有设计感，比如说有红色、然后金色和绿色，我觉得它特别有节日的氛围，还有很多的植物，大家看嘛，非常的大气和简单温暖高级。说起来大家是不是觉得这个礼盒也是很种草呀？对、那如果大家想要来购买我们这一套玫瑰青梨系列以及我们全新的礼盒的话、那大家这一套现在可以下手了，在我们27号链接。那我们的玫瑰青梨沐浴啫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是的。那我们今天呢买就送，大家看到很实用，这个很好用。3支10毫升的玫瑰青梨护手霜以及我们的沐浴刷一个，还有黄色中礼袋一个。今天在直播下单，27号链接也有我们的明星日历一本，它是粘在上面。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个隐藏的用法隐藏用法，就是我会在用这个沐浴啫喱洗澡之前、我会先把它拿下来，让它在干燥的情况下进行一个干刷。这个干刷一定要是对着你的心脏的方向，这样你看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它、冲着心脏的方向，对，一点都不会觉得它非常刮你的皮肤、因为这样会加快你的血液循环和去你的角质，然后一直往心脏方向刷，从大腿然后再从手臂各个方向往你的心脏刷，刷完之后你会发现自己整个血液循环加快了、这个时候你再去洗澡，再用这个沐浴啫喱一洗，哇，洗出来整个感觉身上掉了5斤我已经脏泥下来了。小雨刚才这个动作，我以为今天要在我们直播间给大家跳一个洗澡舞，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虽然是赠品，但是我们这个赠品的质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没错，我们绝对是非常用心的。那我们也跟小雨一起学起来、从每一个地方往心脏的地方我们去慢慢的刷，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一点都不痛，不痛不痛。好的，那我们这边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在我们的27号链接，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购买一下。那我们刚才一直说这个玫瑰青梨，玫瑰青梨，你有没有点就是想吃甜品的这种感觉？有啊、我就闻到这个味道，我都想吃了。那小雨是一个很喜欢甜品的一个人吗？没错，特别喜欢。哎，那你身材怎么那么好？跳舞？我吃的不多，其实、就是虽然吃，但是吃的不多。但是偶尔会犒劳一下自己，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特地准备了跟我们甜品师合作，把玫瑰跟青梨还有我们的饮品玫瑰一起融合到了一起。那我们接下来有没有点渴？
有，我觉得如果是这个味道，应该是我没有吃过的。好的，那我们在休闲的之后之前，我们今天先来给大家抽波奖吧。因为大家一直在刷，而且大家也一直在下单，那我们稍微放松一下。现在呢，大家将我们的直播间的弹幕里面输入我爱欧舒丹五个字，我爱欧舒丹，而且呢希望大家现在能够关注我们的直播间。那与此同时呢，大家可以点开我们的购物车，在我们第一行的最右边有一个一键入会，完成这两个动作的话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当中了。那我们来送什么呢？我们来给大家来送出我们的四支手霜套装，就是小雨刚刚拎出来有我们四个味道的手霜套装，以及我们的签名日历一份加签名小卡在一个奖品里面，很厉害。是，所以呢现在大家将我们这个弹幕刷起来，我们会挑选整个截屏当中最后一个人来给大家进行来抽奖。我看他们已经刷起来了，已经刷起来了，而且这个奖品刷的有点太快了吧。我还看到有人还没有关注直播间的，赶紧关注一下，并且要立即入会啊。好的，那我们这边呢希望大家在3天之内联系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领取有签名日历、签名小卡还有我们四支手霜，好棒。来帮我们来个倒计时吧，准备，三二一，好，是我们直播间粉丝和会员的从下往上最后一个啊，它叫做夏日雨，是岛屿的雨，是我们的吃瓜粉，是我们最后一个夏日雨。好的，恭喜恭喜这一位，那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扣个一，让我们小助手找到你。我觉得不用扣一了，就是大家刷的实在是太快了。对，或者是你给一个这个截图让大家可以看到。哎，夏日岛屿，好，大家有看到没有？好的，非常感谢以及恭喜恭喜我们这一位。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变换场景，因为小雨最近不是有一个舞台现场变装嘛？对，首次现场变装。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也来一个直播，首次现场转镜。好，来我们从这边绕一下，那我们去吃我们的，对，很多花。我们今天这个场景真的准备得非常好。好嘞，那我们这边给大家是准备好了我们的蛋糕以及我们的玫瑰花茶都在这边。你刚才是在我们直播间摘了两朵花出来，送给你一只啊，谢谢。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直播间有好多，而且这都是鲜花，超好看。哇，好香啊，好香。而且今天除了它之外，来我们看一下前方。哇，我们特意准备了我们的玫瑰梨子蛋糕还有我们的玫瑰花茶。今天在这边，我们接下来就是边喝边尝边聊，好不好？笑得合不拢嘴喽。笑得合不拢嘴，来给你叉子，你来尝一下我们这个蛋糕，好不好？看是不是你喜欢的味道。哦，我觉得这个，哇，哎，这个玫瑰的这个香气啊，和这个清脆的这种甜味儿，梨肉的这种感觉，我觉得混合在一起比我想象的中的要好吃。比你想象中要好吃。对，因为我之前一直用这个，但是我一直没有进嘴，没有问世，所以我就觉得很棒，就是很惊喜的味道。我再尝一下这个玫瑰茶。你再尝一下这个玫瑰茶，我们放了好多大朵的玫瑰花苞在里面。你觉得这个蛋糕配这个茶怎么样？太棒了。如果是我自己在一个下午的时光当中有这样一份，我真的当天会很开心的。对，真的是眼睛都放光。因为我平常喜欢喝茶，然后就是什么菊花茶呀、绿茶呀、玫瑰花茶，而且我会推荐身边的人喝茶。我觉得这样很养生。你平时是一个喜欢分享自己喜爱的产品给大家种草的人吗？没错，就是我觉得我是没有一个刻意的去推让别人去喜欢这个产品，是真正用到了好的东西，然后就想告诉身边的人，然后让他们一起用起来。然后有的时候特别是知道了某个朋友，哎，他正好需要这样东西，然后这个时候你说真的是有这个分享欲了，就直接分享给他，然后他会觉得哇，收到这个东西之后好用，哎，然后就会反馈给你，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好有成就感，很有成就感。那小雨从小到大，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仪式感、很喜欢送别人礼物的人吗？我是觉得啊，这个礼物不是只有在这种特定的场合和节日才可以送的。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用礼物来表达自己的心意。我觉得朋友呢也会通过这些礼物感受到你的心意。欧舒丹其实一直给我这种特别真诚的感觉，是分享生活当中的点滴啊，然后因为它不只流于表面，也不流于形式。好的，那今天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我们桌面上也摆了很多我们的产品，对不对？那小雨还有什么想要分享给大家推荐的呢？我觉得自己一直觉得送礼物就是送了，主要还是表达心意嘛，大家有需要的就行。但是啊，最近一直有安利给大家一个东西，就是指缘油。哦，指缘油。对，哇，上次和大家分享的时候，大家就很感兴趣这个产品。对，我们也是看见你的直播才发现，欧舒丹还有这样一个神仙单品。是。我就会把它涂在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指缘的这个地方，就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指甲的边缘。是的，在这个指甲的边缘轻轻地刷一刷，对长倒刺啊什么真的很有用。然后或者是啊，我有个用法在这里不给大家讲，就是睡觉前用的。我会把这个身体乳然后挤在手上，或者是手霜厚厚的挤在手上，然后往我们的手心滴上一滴。哦，你也把它用在我们的皮肤上，然后一起混合用。我给大家看一下，你会感受到它的滋润效果。哦，效果好，立竿见影啊，一下子觉得整个都亮了起来。是的。我觉得它会更加的滋润。看，看到没有？大家有看到了吗？这个效果真的是立竿见影。所以呢，我们这边真的要想给大家来安利这一款。那我们都知道，大家在平时过年呀或者过节的时候，总会碰到那种，因为中国人传统是比较谦让，对，就别人说哎我这个送给你，然后大家就会觉得哎呀不用了吧，不好意思了，没有、不要了不要了。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个、这个环境底下，我觉得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的，我现在变得就是别人送我东西哦谢谢就立马拿过来。那今天我假如我来扮演一个很会推拉的人、好，然后你如何用你的这样的一个行动让我收下你送给我的这个指缘油这份礼物？哦，好啊、没问题，就是我说什么都不要，你怎么安利我让我把它用起来。来开始了啊。哇，你的手很好看。哎，对啊，我手好看啊、因为我用欧舒丹的手霜。哇，那你欧舒丹的手霜你知道吗，有一个宝藏单品可以让你的手变得更漂亮。真的吗？真的变得更漂亮。会更漂亮。那手霜已经很好用了。是啊，手霜已经很好用、那什么能让它加分呢？就是这个指缘油。你知道它怎么用吗、它只要你把它挤在你的指缘这个地方，然后轻轻地刷一刷，我会说你的手本来是100分，用完它之后199分。还有一分就是今天我要送你这支指缘油。本来想推拉一下，但是你看小雨竟然都这么说了，那我们就赶紧收下吧。谢谢谢谢。推不掉了是吧？推不掉了。就是一点都不想推开了，就是我们这个手一下变成了199分。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更多的关注一下。好的，那我们这一份礼物呢就在我们的17号链接。现在购买我们7.5毫升的指甲护理油的话，我们买就送一个10毫升的乳木果经典手霜和一个黄色的小礼袋。所以小小的一支可以帮你解决非常多不一样的需求。是。像我们一些特定的场合，大家也可以一起来送礼送起来。好的，那小雨有没有参加过那种大型交换礼物的场景，比如说大家聚会呀、开年会啊等等？有，我们不仅是我们团内经常互送礼物，然后年会那个时候也是这样的。我觉得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花样百出。花样百出，一个比一个让人上头。之前在网上看到你跳了一段舞蹈串烧、大家都觉得太好看了。那今年有没有什么憋什么大招？大招？今年已经有了变装了，而且呢今年在澳门我们看那么帅气的开场舞，已经有这么多舞台了，应该还有大招吧？还有，还有，大家等着吧。那今天在我们直播之前刷到我们这个翩翩公子的造型，我们也是很期待，赶紧看到、对，我今天看到网上有人发那个衣服出来，那个舞台值得期待一下、值得期待一下，大家迫不及待了，在我们小年播出，对吧？对，小年舞台，大家更多期待一下。好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大家说了，那马上了，就像小雨说的，有小年了，然后我们还有我们的大年夜，还有我们的初一等等，有很多送礼物，发愁要送什么礼物，我们再给大家安利一下，好吧？我觉得一到这个时候啊，哎，手头上就是又开始发愁了，每天躺在这个沙发上就是哎呀，今年过年我送给爸妈什么礼物、送给朋友什么礼物，送给亲戚什么礼物。我觉得这个问题遇到了欧舒丹就不用多想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啊，一会儿让你知道为什么。一会儿让你知道为什么、嗯、那接下来用一个我们傲娇的安利，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好用了，就赶紧用起来吧、嗯、然后正好安利一下我们的手霜四件套好不好、嗯、用一个非常霸总的这样一种骄傲的态度。霸总说手霜太多了，我想这手拿不过来。是是啊，那我开始了啊，来我们三二一 action。 这个欧舒丹的手霜四件套不用我多说了，拿去吧，用吧，感受它的心意和滋润吧。这可是欧舒丹的明星产品哦，可不是随随便便哪里都能看得到买得到的礼物哦，经典款限定款都在这儿了，反正挑你喜欢的用，反正我也用不完，你都拿去吧。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什么，大家就是在弹幕里面什么都不说，大家就是一整屏的哈哈哈哈哈哈。那不知道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看到我们小刘霸总开不开心，是不是太开心了，那也是希望大家提前过个小年了，今天进祝你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的，那大家是不是也很上头，那接下来我们除了我们这个手霜之外还有没有什么想推荐给大家的？我觉得还可以再演一个啊、嗯，还可以再演一个颈霜啊，养个颈霜，乳木果的颈霜、嗯、我觉得这个也不是我第一次在直播间给大家推荐啊，嗯，其实之前很早就有用过，然后也一直坚持在用，因为颈部的这个肌肤跟脸部还是不一样的，然后所以说需要用这个专门的颈霜、嗯、用在我们的颈部。所以大家来看一下小雨，我们给镜头一个侧脸好不好、嗯、事业线太清晰了，下颌线紧致，那我们这边肯定是经常用我们的黄金颈霜对吧，对，那它就是针对我们颈部养护的，它有滋养紧致淡纹三大功效，如果大家想要送给自己同事或者长辈的话，是一个非常棒很有档次的礼物。而且之前有看过小雨的直播，就是一直语重心长的在给大家来说，就是我们这个脖子呀一定要好好的去养护，而且冬天一定要好好养生，真的，然后多穿秋裤多喝热水。所以呢接下来就是可不可以，我应该没有 说过多穿秋裤。我自己就不爱穿秋裤。自己啊，你是一个不爱穿秋裤，在北京也不穿秋裤吗？我不穿，除非是那个外拍很冷我会穿秋裤，平常是不穿的。不要学我啊。不要学他啊，我们平时的话也可以来抽，就是多穿一点秋裤。好、嗯、我们这边呢如果日历没有的话，大家记得我们这边还有非常多的小卡，也希望大家就是多多的下单。好的，那我们同样日历没了，再用一个安利。我这里还有一个哦。这个是我自己要带回家的，自己带回家。那我们那个桌子上还有一会儿我们看看就是能不能作为福利给大家，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啊。嗯，好的，那我们再用一个推销的一个手段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这个颈霜好不好？没问题，这个时候我就要变了啊、嗯、来准备好三二一，我酝酿一下，酝酿一下。哎，我跟你说大家别不听劝啊，不要以为你这个年轻啊然后不会长颈纹，你看你天天，你现在是什么姿势我问你一下，你是不是低着头拿着手机然后就这样一直刷？我跟你说，上班低头玩手机，下班低头还玩手机，最容易长什么？最容易长颈纹了、嗯、是不是？在说你呢，再听着啊，继续，我还没说完呢。我觉得这个颈霜这个东西就是得天天用，你不得坚持擦颈霜，颈纹深深深吗？颈纹深了然后你来跟我哭诉，我那我也没有办法，你跟你说你擦了你怎么擦的，是不是？是不是涂面霜顺手把自己的这个带下来了，我觉得这样是不够的呀，我觉得送你这个黄金颈霜可不是摆着的，要用，知道了吧？那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一个，它上面的这个头它其实也是非常方便大家，因为我们可以直接涂在自己纹路比较重的地方，然后慢慢的向两边晕开，嗯，真的非常非常贴心。那如果大家有抗老需求的话，我们送点贴心的礼物，黄金颈霜一定要考虑。刚才的口吻就是一个语重心长的大哥哥再告诉大家一定要好好的保养啊。那在我们的19号链接，我们的乳木果颈霜的话，除了我们50毫升正装，我们这边还会给大家送5个5毫升的颈霜的小样，是也是非常的方便，大家床头呀或者自己可以拿到的地方没事就涂一涂，可以更好滋养我们这样一个脖子、嗯、同样的话它还有我们欧舒丹的礼蛋以及我们额外的10毫升玫瑰清理手霜3支，没错，有30毫升的量，真的非常的好用。
好的，那我们除此之外它还有同系列的一款产品黄金手霜，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试一下的，因为它的质地是这种很轻薄，然后但是又不吸，滋润力非常非常好，晚上睡前后涂一下，早上起床手还是润润的。这一款是我的妈妈最爱，对，这一款真的是我妈非常喜欢用的一款。嗯，很喜欢用的一款。那大家一直在刷，哎呀，求求了，这个台历补货吧。我们品牌方听到了，29号台历帮大家补货了，这个不会是我们最后一个了，补货了，大家29号赶紧去看吧。但是大家如果想要我们小雨妈妈同款的，我们这个非常喜爱的手霜，那它呢是在我们的18号链接，所以呢大家可以点开购物车进行来购买一下。好的，那今天我们这边有蛋糕有甜品，我们也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治愈。好的，那我们这边也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想要推荐给大家，我们也是希望今天有这个蛋糕，有我们的这样的一套礼物，还有一套我们12月份全新为大家升级的我们具有冬日氛围感的我们的轻离的蛋糕。好的，那我们这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今天我们在场景的一个非常甜美的一个过程。好的，那我们这边颈霜，我们这边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的手法好不好？好啊。直接在手里，然后我们怎么涂到脖子上？现在手里啊，你是在手里面慢慢的乳化，向上，向上，就是对抗地心引力。但如果大家就是现在脖子上已经有一些固定的小纹路的话，其实可以针对你的这个纹，拿着我们这个尖尖的头直接涂在上方，然后慢慢的揉开也是很好的。对的，那戴脖子的时候，其实耳后的这个地方大家也可以顺带涂一点，耳朵后面也很重要。好的，那我们这边呢就是就要给大家来抽盲盒了，一会儿呢我们又要为大家来转换我们的场景，我们再抽一些礼物。好啊。好的，那小雨，我们再一次回到另外一个场景，我们往过走。好的，如果大家喜欢什么样的我们的产品呢，也可以点开购物车去看一下。那大家如果要是点击了立即入会了之后，我们还有优惠券会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看，多多来支持。好的，那我们这边再来选一个盲盒好吧。好啊。我们刚才选了太阳12都选了，我们还选个什么？我觉得选3怎么样？哦，选3。那我们看一下3里面有是什么。因为我觉得现在还不知道里面是什么，那你来猜一下好不好？为什么选3啊？我觉得选三月有一种预感，我觉得会是樱花系列。哦，为什么？因为三月马上要到春天了。然后呢，春天呢又是这个樱花盛开的季节，我就觉得会不会是呢？那我们来揭晓一下。真的是神算呀。我很聪明哦。很聪明啊，这个是我们的樱花系列。你已经非常熟了是吧，我们的樱花系列。我觉得特别是这个用樱花洗这个热水澡的时候，这个浴室的这种水蒸气啊，全是这种樱花的味道，而且你会有一种身处樱花林的这种氛围感，然后洗完再用这个樱花的这个身体乳，皮肤还有这种若隐若现这种淡淡的闪光，然后一下就感受到那种春天明媚又美好的这种感觉。好的，那同样的，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樱花系列真的非常非常好用，尤其是像我们要过年会呀，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如果跟朋友一起去 KTV， 去一些非常浪漫的餐厅等等，一定要用我们的樱花的润肤乳，它会让你整个人看起来亮亮的，是最独特的存在。是，我们这边千万不要忘记。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23号链接，它里面有我们的沐浴啫喱润肤乳正装，那同时还附赠了一个500毫升的沐浴啫喱的替换装，就像我们小雨说的，我们支持环保，对，来我们进行空瓶的一个填充。他们有人说，他们天天有人说他天天用这个系列，怎么样？我来问你们一下，你们觉得这个
樱花系列好不好用，怎么样？嗯，哎，那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如果希望有一些什么其他规格的话，8到11号链接也都有。然后这边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29号链接它送台历，但是要找我们的客服进行登记，也就是大家购买完了之后，把我们这个链接推送给我们的客服，让他给你来登记一下，我们这个台历会帮大家补货的，好不好？嗯，那大家就是跟我们客服一定要登记哦，一定要去跟他，就是跟他絮叨絮叨。好的，那我们说完了这些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再来选一个吧。嗯，好，我觉得嗯选11，选11。嗯，哦，11这个这么大，里面应该是一个大盒子。哦，这个礼盒好漂亮，很重，而且我们这个礼盒上面是有小兔子的。是的，很适合新年，很适合新年。对，那我们打开它看一下。哇，是甜扁桃系列。看来你很喜欢，对不对？一下子惊呆了。因为用了很多甜扁桃的这个产品，嗯，我觉得甜扁桃非常适合冬天。因为刚刚不是说大家年前这种各种压力比较大嘛，然后它的味道闻起来就会非常的愉悦和放松。它里面也有我们甜扁桃系列的几款产品，我们放在前面给大家来看一下。拜拜好。那这里面是我们的四款产品。是的。然后像我们这边的话，像小雨刚才说它很好用，然后很多人也很喜欢，它有非常自然的这个奶香味，然后是甜甜的奶油杏仁味，而且它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冬天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皮肤比较干嘛，但是它沐浴油可以达到一个以油养肤的效果，滋润度非常好，冬天用也非常的舒服。我很喜欢这个沐浴油的这个质地啊，因为它是碰到水它就会乳化，然后很好起泡，我觉得给自己身体做了一次法式的 SPA， 然后疲惫的时候呢，然后沉浸在这个放松的甜扁桃的香味里面，给自己洗个澡，然后洗澡的时候顺便按个摩，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啊。那个小刷子刷一下心脏，这个沐浴油上身之后按一下这个肌肉，给自己肌肉做个 massage， 我觉得很惬意很舒服。而且这一组你看我们这个礼盒多好看，它上面有很多小兔子，是非常应景2023年。那同样的，除了我们这个甜扁桃的话，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玫瑰清理系列。它可以通过好闻的味道和使用感为大家营造轻松放松的沐浴体验。是，那这两个系列你有什么，就是你更喜欢哪一个吗？两个系列我觉得都是我的爱用啊，都是你的最爱。那如果想要 get 小雨同款的话，这边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玫瑰清理是在28号和27号链接，那甜扁桃沐浴油在26号和2号链接。他们说没货了啊，没货了，拍27号，那大家就是没货了就拍27号，谢谢大家。好的，那我们这边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26号链接是我们的500毫升的沐浴油，现在零。券下单仅需要405，同时的话你还会获得1、2、3、4、5、6、7支35毫升甜扁桃的沐浴油和沐浴球，这个沐浴球也是很舒服，可以好好的来清理我们的肌肤。而且呢，今天在我们直播间还会送我们的小雨的小卡，还有我们10毫升的玫瑰清理3支。那同样的，我们的2号链接呢是我们250毫升装的甜扁桃沐浴油，那买呢就送我们3个。同款的35毫升的沐浴油，那还有3片6毫升的草本平衡洗发露，以及我们的黄色中理袋。那还有甜扁桃系列的磨砂膏，哇，这个磨砂膏真的非常好用。这个润肤乳和润肤油，我觉得味道很好闻。然后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嘛，这个沐浴油搭配我们的磨砂膏，然后再用这个润肤乳和这个润肤乳油来滋润一下我们的肌肤，整套护理下来，我觉得效果非常好。那像有一些脱皮啊、角质堆积还有死皮，大家都可以来用一下我们磨砂膏美体乳来进行一个很好的护理。那27号链接也是有台历的，大家可以找客服进行登记啊，27号也是有台历的，找客服登记。那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25和24号还有1号链接。谁把空调开30度？有点热对吧？快给我调到17度。好，那我们这边呢，我来快速说一下，那我们25号甜扁桃的这样一个磨砂膏买就送6支10毫升的玫瑰清理手霜，那现在下单加赠明星小卡和3支10毫升玫瑰清理手霜，买24号的美体乳，我们现在是买200毫升送5个20毫升的美体乳的小样。那同样直播间下单，我们会加赠明星小卡和10毫升的玫瑰清理手霜3支。那同样1号链接的美肤油呢，是买就送3支35毫升的沐浴油和3片3毫升的乳木果手霜。好的，那我们说完这些礼赠，空调来。
帮忙看一下，小雨好热呀，在这边。真的，真的，真的很热。好的，那我们再挑一个盲盒来看一下。再挑一个四，再等等，把周边的都给它拆了，打开，打开看它是什么。这款你也很喜欢对吧？对啊，我觉得是橙花系列，因为这个香味我一定要和大家好好说一下。一定要好好说一下我们这个橙花系列，而且橙花的颜色真的好治愈。对，因为我之前和大家分享这个樱花比较多，然后其实这个格拉斯橙花其实也是一个很好闻的一个花香，它闻起来和它的颜色一样，大家看这个颜色非常的治愈，淡淡的这种橙粉色，温柔然后愉悦。因为冬天你的衣服比较厚重嘛，然后涂完这个手霜或者是润肤乳之后再闻到身上这个味道，无论是身体和心情都有一种这个轻盈感。橙花的话也是很好用，很好用。闻到这个味道之后，你看他们说橙花超好闻的，橙花超好闻的，橙花超好，怎么办呀？每一个味道大家都好喜欢。我第一个就是让我惊呼的这个味道是橙花，就是第一个让我闻到就是，这个味道好好闻，就是橙花。那小雨也是很喜欢，那难分伯仲，我们每个味道都很好闻，就是大家可以在不同情景用不同味道的这样的我们的香气来营造不一样的氛围。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来抽一波奖吧。那大家来在我们的弹幕里面输入我爱欧舒丹，我爱欧舒丹五个字，来大家现在帮我们来刷起来。那同样的话呢，我们这边是抽取我们的两位朋友来送出我们的樱花沐浴润肤套装，我们送的是樱花系列的一套组，同样的还有签名台历、签名小卡，非常好。我们送两拨人啊，我们送两个人。那我们是从下往上数两个。好，大家将我们我爱欧舒丹刷起来，我爱欧舒丹刷起来，又送签名台历和小卡了。好，准备啊，来个倒计时，二一，好，截屏。好，我们来看一下，是我们的吃瓜粉两个。那我们这边放大，让我们的镜头给一个大写的场景。然后大家可以在我把这个照片给大家来放出的时候，好了，不用说了，大家已经没这个机会了。大家记得把我这个手机截屏，恭喜这两位，恭喜这两位。好，大家看得清哦，看得清。恭喜这两位，恭喜我们的吃瓜粉两位。获得的是我们抽奖，然后到时候用自己的这个 ID 跟大家去领取我们的奖品啊，去领取樱花套装加小卡，再加上我们的其他一些产品。好的，那我们小雨可以先去另一个场景消消暑，等等我好不好？喝口水，我在这边给大家来再送出一点我们的这个 offer。 那我们这边提醒大家，如果抽到奖的不要着急，大家在3天之内跟我们的客服进行联系。那除了我们的抽奖之外，今天晚上在我们的7:30到9:30之间下单的各位宝宝，额外的还有5张明星签名的小卡，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成为我们直播间的会员，多多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说不定幸运儿就是大家。那其实呢，我们这个我们非常广受大家偏爱的我们的格拉斯橙花，这个味道喜欢它的人真的非常非常多。如果现在大家喜欢的话，我们可以来下单我们14号链接格拉斯橙花护手霜和13号链接的橙花美体乳，现在下单就可以获得3支10毫升的玫瑰清理的手霜。那同样的话，我们这边呢也是还有我们额外的下单13号送2支75毫升的樱花沐浴啫喱，那还会加赠我们欧舒丹中礼袋和3支10毫升的玫瑰清理手霜。好的，我们这边也是推荐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又转换到另一个场景，再次为大家来推荐我们很多好用的产品。今天我们直播间真的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留言非常的热烈，那同样也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支持。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也可以来下单，记得如果想要日历的各位记得去客服那边去登记。好的，刚才是忘了手机对吗？对，马上又回去了，就是要看大家这个弹幕。其实呢，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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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其实说到打造这个氛围感，其实还有一个味道我也特别喜欢。还有一个味道你也很喜欢？对，它是一个可以让人身心放松的一个味道。是什么呢？薰衣草。是薰衣草。对，那我们薰衣草的话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晚上尤其有助眠还有舒缓的一个效果。我觉得家里飘了这个薰衣草的味道，就有这种走进普罗旺斯花田的感觉。
那我们也是非常的治愈。那一提到我们薰衣草味道，就不得不说我们欧舒丹的当家花旦草本系列。那我们这边也是准备了我们，哇，这么大，我们的洗护套装在这边。这也是你喜欢薰衣草的一个产品，对吧？对，我喜欢上薰衣草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洗发水。对，因为我觉得它洗完这个头发超级蓬松，因为我昨天晚上就是拿它洗的头，大家可以看我今天的头发是不是很蓬松。这发量不仅仅就是蓬松，因为他自己其实应该就是从小是发量王者吧。从小发量多，但是我每一次只要是第二天有活动和这个需要做造型的时候，我前一天晚上一定会用它。因为我觉得用完它之后，它整个头发不会特别的贴头皮，然后就是那种很自然的蓬松感，上镜非常好看。那像有一些女孩子的话，就是经常就是想要有一个头包脸的效果，我们这边一定要使用一下，因为我们的这个头发看起来特别的油，很扁塌的话，就会显得脸很大。那我们的草本平衡系列可以养护我们的头皮长效控油，直击来我们的头皮根源的问题，那让头发更自然的蓬松起来。那说到洗头，那你洗头有一些什么样具有氛围感的一个加成吗？你爱听音乐吗？爱看电影吗？我有时候就会边听音乐啊，然后边哼歌呀，然后就是洗头的时候，如果这个音乐突然有了这个很强烈的节奏感，我就会抓头的时候也会有这种节奏，很有节奏。对，那今天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小游戏。什么游戏？你今天是不是有点好奇？每次来欧舒丹那么多游戏，对啊，怎么想出来的呢？哎，怎么想出来？我怎么还没有玩到游戏道具呢？来，对啊，我们的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游戏道具，它是一个小小的手指架子鼓，你只要碰触我们这几个。我们的小圆部件它就会有一个节奏，你要不要先试一下？哦，这么厉害。哦，要开。来，你感受一下。要有个正确的节奏。五。好，那我们这边可不可以连打着节奏再给大家安利一下我们的平衡系列？没问题。五六七八，草本平衡护墙，头发蓬松又清爽，草本强韧有妙方，发质强韧更健康，更健康。大家觉得有没有过年这个氛围啊？就是这个，好像是一个我们小小的一个春节表演节目。我喜欢这个，更健康。所以大家有没有对我们小雨刚才一个非常有节奏的打板进行了安利和心动？所以心动不如行动，大家点击我们的20号链接，除了可以带走我们一支500毫升的我们的5合1草本平衡洗发露和我们的草本平衡护发素的这样一个大套装之外，额外的呢，我们再送一套替换装，同量的替换装送进去。那21号链接也送台历。21号链接也送台历，大家跟我们客服进行登记就可以了，跟我们客服进行登记就可以了。21号也送，孩子玩开心了。那我也有点节奏吧。6号则是双支装草本平衡洗发水，赠品也都是一样的，所以头发护理很重要。好，快拿走，快拿走，快拿走，要不然今天我们打板一整天。好的，那我们除了头皮的护养，头发丝的护理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所以除了平衡，除了平衡系列还有什么比较喜欢的吗？我觉得除了这个头皮平衡系列啊，我觉得这个黄标的强韧系列也是我秋冬用的比较多的，而且现在这个聚会啊年会其实也慢慢变多了嘛，然后大家肯定想做一个新的造型，然后美美的帅帅的见朋友，但是又怕什么呢？怕烫染会让我们的头皮头发变得脆弱。我觉得草本强韧系列其实就可以很好的帮助大家去强韧我们的发丝啊，吹拉烫染都不怕。那现在点进我们的3号链接就可以带走我们的草本强韧洗护套装，那加赠500毫升的洗护剃装各一份，那双支装呢在我们的4号链接，单支装在我们5号链接，现在下单有我们的直播专享礼，送欧舒丹黄色礼袋以及75毫升的草本强韧洗发露4份。那同样的话呢，我们也是有非常多不同的味道，其实今天有一个非常快捷便捷的方法让大家一口气 get 所有多个味道。怎么了？你是不是想说四支手霜的套装？没错，我们要再安利一下我们的29号链接。那无论是我们的樱花味，还是我们乳母果的这样一个暖绿森林等等，大家都可以一起带回家，尤其里面还包含了我们全新的玫瑰清理的手霜，颜值也是很在线的，也是推荐给大家。对，
怎么了？没事没事。你是看到什么比较好笑的弹幕了吗？他们在说我以前唱过的一个歌。还说了以前唱的一个歌。对，我觉得这个作为伴手礼很合适，然后买来作为犒劳自己的礼物也非常不错。好的啊，接下来我们又要来玩我们这个游戏了。因为接下来呢，我们在抽奖之前，我们想让你进行一个小小的挑战。这不简单，我们桌面的保龄球，就是我们给你三次机会，然后把我们的所有的保龄球全部把它击倒，之后就给大家来称。我一次全部击倒啊？一次可以吗？真的吗？当然可以了。然后这边是可以转换角度。好，准备好了吗？老师，这个 OK 吗？ OK。 哎，大家你再说一下，你可以用几次？我可以用一次，绝绝对对一次。大家可在录屏呢啊、哦，一次。信不信我？信不信他？来，大家信不信他？信我一次，来准备，三二一，我说一次吧，一次就一次。大家有看到他最后的就是那一撩吗？那也算你吧，因为我们就要给大家来又来抽台历签名小卡，两个都是签名的，那同时还有我们的草本平衡洗护套装。大家如果把这个录屏发上去说你耍赖怎么办？没有啊，我没有耍赖、哦、就刚才是一阵这个强韧的这个风，就是新年的风。对、强韧的风，强韧的风就吹过来。哇，真的很有缘，每一次直播间怎么都会来一个飞行的小动物。好的，那我们今天在这边那是闻到了我们玫瑰清理的味道。好，大家现在在我们的弹幕里面输入我爱欧舒丹五个字，那我们会从下往下往上我们抽两位幸运的宝宝，我们送出草本平衡洗护套装加签名台历加签名小卡送给两位。好，那我们这边再次给大家来抽取。 哦，我看到了，已经好了。三二一，好，截屏。好，从下往上都是我们粉丝的。好，我们这两位恭喜，有一个应该是为了小雨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名字还没来得及改。好，那我们这边给一个大特写。好热吗又？来，我们这边给一个近景。恭喜这两位，我们可以把屏幕截屏一下，截屏一下之后跟我们客服去领取你的礼物。恭喜哦，恭喜恭喜。好，记得截屏哦，跟我们的客服去领取我们的礼物。好的，那玩了这么多就是都挑战成功了，你看那个保龄球一口气全倒了。是，那我们后面还有几个盲盒，我们一口气给它拆完它好不好？没问题啊。然后最后再给大家来抽取点礼物。好，我们再回去。好，看手机忘带了，快。是是是。哎呀，真的每次。好，那大家呢如果要是想要有我们的台历的话，因为我们是加量嘛，所以大家如果现在没有的话，我们可以跟我们客服进行登记，只要你购买的是我们这几个有台历的链接，跟我们客服登记就可以了。好的，我们在这边回，我们再来选一下你喜欢的元素和标识好不好？ 我觉得选这个环保标识怎么样？选环保标识。嗯，我们选哪一个？我都看一下好吗？我再看一下这个，你选二选一。就选这一个，它又是我们的这个自然庆典系列的礼盒，我们来拆开看有什么。乳木果，本命，对，乳木果，是的。哦，这个手霜也好大哦。嗯，那你也很喜欢我们这个乳木果对吧？都有用过对啊。那我们这边为什么它会出现在我们可回收的环保这个元素里呢？你知道吗？这个就有说法了。嗯，因为这个包装采用了可回收可循环的材料，因为这个真的感觉是非常有意义的，抽到了我的心坎里啊。因为家里人比较喜欢这种淡淡的这种香味，闻起来很贴心很温暖的感觉，所以说这个经典的乳木果他们非常喜欢。而且现在到了冬天了，皮肤特别容易干燥起皮什么的，正好是非常适合乳木果润肤乳的这个好时候，所以要感谢我们的欧舒丹。那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可以暖暖的很舒心，那我们可以关注乳木果系列。那这一套系列你都是很喜欢很愿意推荐给大家对吗？对，其实除了乳木果的这个润肤露之外，这支乳木果的经典手霜也是我非常成功的安利给了我身边的朋友的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因为它随时随地都可以涂，然后上手是完全不黏腻，然后不会搓泥。大家可以看出的一下就把它揉开了。是的。
这一款真的是非常滋润哦。嗯，如果大家想要购买我们乳木果润手霜的朋友，我们可以点击15号链接，我们可以拥有限量礼盒，那里面包含了我们250毫升的乳木果身体润肤露，还有我们大支装的乳木果经典润手霜，以及我们的礼赠。礼赠这边呢是送我们的4支35毫升的乳木果的身体乳，还有6支乳木果的手霜。那同样的话，下单继续加赠3毫升的10毫升玫瑰清理润手霜和欧舒丹的黄色礼袋。那我们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除了小雨在直播间送出的这些抽奖啊之外，那今天在我们的链接里面，在11点钟我们还会有机会抽取明星日历，同样的话还有5本签名日历也在等着大家，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准时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多多的跟我们互动一下，还有很多签名的礼品会送给大家的。好的，那今天直播大家很热情，屋子也很热情，是的，对不对？很温暖，很温暖。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准备了非常多我们的日历。那大家记得，我们给大家说几个我们的链接号码，大家去跟客服进行登记，好不好？如果你拍了21号、27号、29号3个链接的，都去找我们的客服进行登记，我们会送大家台历。大家记得21、27、29，任意拍哪一个都会有台历赠送，但是记得一定要跟客服进行登记，一定跟客服进行登记。好的，小雨最后有什么想要对大家说的吗？希望我们今天观看直播间的朋友都可以有所收获，然后选到心仪的礼物，也预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然后有更多值得期待的惊喜在等着你们，希望大家新的一年开开心心，顺顺利利，恭喜发财。好，所有的吉祥话今天都在我们直播间跟大家说过了，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小雨能够在2023年的时候有更多的机会跟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我们一起回收空瓶，保护环境。好的，那今天也是又回到欧舒丹的大家庭，我们也希望下一次直播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更多，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但是大家不要走开，之后我们的日播还会有非常多的礼物和礼赠还有抽奖会带给大家，我们在这边先跟大家说拜拜咯，身体健康，下次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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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见，拜拜拜拜。